阿妹，我回来啦！阿妹，阿哥，你回来啦！哟，姑爷，这买的什么呀？买了个大鱼头，给你们做鱼头吃啊。嗯，刚出叶子，吃点鱼肉好。哟，这么大的鱼头要怎么做呀？一半煲汤，一半做剁椒鱼头吧。好，你快去做吧，我都饿了。行，我现在做饭去啊。嗯。你是我一生的寄托，就算你不看到我，如果我忘了怎么爱你，那一定是我失忆昏迷。如果我有天突然离去，那一定是不想拖累你。如果你忘了回家的路，我愿做星星陪你赶路。小舅子，下来烧锅。与你朝朝暮暮，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只有你能让我快乐。你是我一生的寄托。就算为你赴汤蹈火，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守护你是我的快乐，你是我一生的寄托。小舅子，盖上锅盖蒸二十分钟。好，姑爷可以吃饭了吗？肚子有点饿了。还等一会呢，妈，那有车厘子，我先拿给你吃啊。好，小舅子，来吃点车厘子。谢谢姐夫 ，kiss， 嗯。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只有你能让我快乐。鱼头下锅煎一下。两边都给它煎一下。加开水。加点葱姜。水烧开，把豆腐加进去。你是我妈，再烧二十分钟。爱你是不变的承诺。嗯，可以了。来点葱花，再淋一层热油。只有你能让我快乐。嗯，香味出来了。来点盐、胡椒粉调味。就算为你赴汤蹈火。妈，不用烧了，叫他们出来吃饭吧。哟，终于可以吃饭啦。唯一的执着，守护你是我的。汤来了。你是我一生的寄托，爱你是不变的。嗯，这肚子也太大了吧。嗯。嗯，真好吃。阿妹，你别吃辣椒，多吃点鱼肉。好。妈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，加把劲，把它吃完。好好。